咁啊，分咗嚟到呢度咧，有啲倉喺度，隔離有一個倉添，隔離嗰個倉又係4000多噸，可以4000多噸，所以加埋咧可以9000多1萬噸咁樣啦。大寶紅係加蓬白米市場最大嘅供應商，而當年佢嘅父親亦係柬埔寨享負盛名嘅大米批發商。但是戰火將家族生意毀於一旦，當年戴寶雄唯一的選擇就是離開家園。我大哥又當兵，第二個又當兵，我第三嘛，咁落嚟又細佬有妹，我諗啊，最好係出去啊，要喺金邊咧。如果出去咧，我哋將來可以幫佢哋噶。1964年。戴寶雄去到香港投靠親戚，他做過塑膠廠的調色工人，後來他以難民的身份輾轉去了法國，然後再到加蓬。原本在家鄉是無憂無慮的太子爺，殘酷的戰爭卻令他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。他希望在他鄉可以重新尋找昔日光輝，他知道要成功最好的方法就是做自己最熟悉的生意。當時啊，加蓬嘅生活咧係非洲嚟講咧，算係最貴嗰個國家，生活好高噶，人工又好高，所以佢哋啊可以食得一啲罐頭啊，法國嚟嗰啲罐頭嗰啲貨啊，食品啊，一開佢可以得食嗰啲罐頭，咁麵包夾咗麵包可以食啦，沙甸魚又平，咁啊慢慢到1994年。嗰啲錢啊，西非法郎變值咗100分之100，變成嗰啲貨喺歐洲入貨嚟就貴，罐頭慢慢唔食啦，因為貴。咁樣食米要買啲肉，自己攞嚟整餸。法國菜當中有米飯嘅食譜，不過佢哋只會偶然烹調。一向加蓬人深受法國影響，只有少數人吃米飯，他們煮的方法亦和中國傳統方法截然不同。他煮法不同了，以前的罐頭他有那些土米土罐頭茄汁這樣擠下去，加上那些油這樣撈連撈了，變成可以攞嚟食，但係而家咧，啲油貴喎，罐頭貴啊嘛，油又貴，所以要改咁食，食嗰啲白飯，加埋餸配餸食，變好似我哋亞洲人咁樣食法。經過多年嘅大力推廣，好多加蓬人都接受以米飯作主食。呢日，戴寶雄帶攝制隊嚟到當地嘅街市。隨處可見售賣熱烘烘的白飯攤檔。而家佢食咧得一碗一碟咁樣得200多蚊300蚊可以食到一餐啦。如果佢食朝要1000蚊海產可以食，可以食飯啦。1000蚊可以買幾多朝咧？1000蚊可以買3隻朝4隻朝啫。就可以當一餐。一餐啊，所以食嗰啲飯平。最初。他由中國上海輸入大米，但是由於較少中國貨船到加蓬，因此運費變得極之高昂，每年只可以做200至300噸生意。自小幫父親打理生意的戴寶雄知道長此下去根本無利可圖，必須重新改變入貨策略。我哋諗住啊，再做落去咧，冇賺錢，咁去向泰國嗰邊發展，因為泰國船多啊嘛，嚟非洲，因為出產米多，變運費平咗，所以先去向泰國嗰發展。除咗要減低成本之外，經過多年嚟對黑人嘅觀察，亦令戴寶雄了解到加蓬人熱愛高品質同厭惡粗魯嘅特性，有助佢嘅香米市場。中等級嗰啲女人咧，佢啊多數係做工噶。咁樣做工咧，佢又要中午嗰餐咧，佢細路哥冇邊個理佢啊嘛。
佢一早佢就煮咗飯，煮咗飯就有餸。咁細路哥翻嚟可以食噶啦，唔使加工啊，唔使咩開個飯碗，你攞碗嚟撻嚟食噶。每日大寶熊都會喺自己嘅米倉踱步，細味今日擁有嘅一切，緬懷過去，令佢增添多一份珍惜，亦令佢對已故嘅父親有所交代。但係生意額急劇擴張，隨之而嚟嘅係一大堆保安問題。有時咧，佢又偷我哋嗰啲客人嘅貨，譬如我要佢哋買一百包，佢攞98包去試下俾佢人哋，如果俾唔到咧，人哋又簽咗咧，佢又偷咗兩包啦。兩包嘅去落去分期幾個人分。黑人員工偷竊成風，困擾大部分當地嘅商家。大寶熊亦喺苦無對策之下，唯有回到故鄉，以高薪聘用有管理米倉經驗嘅柬埔寨人去做管工。今日大寶熊係家埔數一數二嘅華人富商，有鑑於家埔鄰國戰爭頻臨，令家埔嘅治安亦每況愈下。喺搶劫頻生嘅情況下，大寶熊僱用大批保安以及裝設閉路電視之外，佢更將自己嘅辦公室用鐵閘重重深鎖，就算娛樂亦小心咁挑選黑人難以涉足嘅小島遊戲。而家我哋要小心啲啦，錢冇咁多，業集中喺一齊，少少啲攞出嚟，少少啲攞出嚟，係咁啊，冇其他嗰啲辦法啦，係咁啊，全部喺度做生意。但是我哋嗰啲仔女啊，全部喺法國，佢喺法國，暫時喺法國。如果有咩事咧，我自己可以走出去方便啲。雖然家旁人已經普遍接受食白米飯，佢哋亦有肥沃土地去耕種。不過大寶熊就慨嘆，當地人唔肯開拓農耕技巧，而白白荒廢農田。後邊嗰啲全部係森林嚟㗎，咁佢要入去森，中意食咩，佢要喺森林嗰度，去打獵咁樣攞翻嚟食，或者下邊啊屋後邊嗰啲香蕉佢斬翻嚟食，所以佢唔會去辛苦去種嗰啲啊米啊，種嗰啲其他嗰啲嘢。加蓬嘅熱帶雨林覆蓋面積達到85%。如果加以開發，除了可以提供優質木材，更能夠將土地變為良田。可惜加蓬人耗日務農，根本冇人願意落田耕作，所以加蓬的農業發展一直停滯不前。由一個戰火滔天的家鄉去到一個危機四伏的他鄉，生活富裕但是毫不安穩。大寶熊一生人都為著安全兩個字而跟家人分隔，少年時被迫跟父親分開，而今日作為父親的他亦為子女的安全而被迫分隔兩地，孤身一人在他鄉過住黑板的營商生意。雖然生意越做越大，但是內心就越來越寂寞。唯一令他安慰的可能是能夠重續父親的稻米王國。他心裡我很高興，因為他有個兒子已經代替他們成功，到今天有成功，我們家庭提高了我們家庭的名聲，是吧？所以冇做做唔到嘢咧，嗰啲我哋啲家人嗰啲名義喺朋友之間咧冇咗啦。而家個個都係知道我哋做咗幾生意好成功咁，大家都係高興。
家蓬，地多人少，土壤肥沃，但是就只有 0.5 的土地用作为农耕地。为了令家蓬人对耕种产生兴趣，不再依靠外国输入粮食，家蓬政府寻求外国政府可以施予援手。终于在1995年，中国政府和家蓬签署农业合作协议，派遣专家到家蓬协助改善当地农业技术。蔡玉英就是其中一名专家组的成员，他原籍福建，在家乡耕种已经全盘机械化，但是在家蓬一切从头开始，一方面要做研究，一方面又要亲力亲为落田耕种，每日忙过不休。我们135每天早晨呢要起来6点就起来做菜，包菜，因为农机组嘛自己种很多菜，包豆腐，包豆芽，包青菜，完了呢8点就得把这些菜送到黑人市场，送到各个专家组，送到比如说我们135还送使馆。人手不足，当地农业基础薄弱，要振兴当地农业生产仍然有一大段技术上的距离。蔡玉英一心希望在他乡土地上栽种出第一粒中国稻米，他亦希望家蓬人从此可以自给自足，扭转依赖外国的陋习。然而他逐渐了解到个人力量的渺小，当初雄心勃勃的他觉得前途暗淡，与原本的心愿背道而驰，不甘心的他决定在他乡另觅出路。我们经理就说你可以回去了，我说我可以回去，我不想回去，我留下来行不行？他说按理讲那个公派的留下来不怎么好，但是你真的想留下来不要去做违反咱们国家的就有关条例，就说不要去做违法乱纪的事，那你自己好好干也可以。2年前的蔡玉英完全茫无头绪，不过他知道这个非洲小国充满商机，凭着中国人的勤力，肯花脑筋的性格，一定有路可行。2年后，蔡玉英证实当日留下的决定是无错。我想那个我也想尝试一下做生意，但我想做什么生意好呢？我当时想这边黑人，我因为我在这边2年多，我观察黑人很爱喝酒，完了我看酒吧又很多，我想我也开一个酒吧。他们说中国人开酒吧肯定不挣钱，我说我开个酒吧，要是带做一点中国小吃引导他们消费，可能也可以挣到钱，所以说呢我就下决心自己做。蔡玉英在利伯维尔最多酒吧食肆集中的酒吧街，用了20万西非法郎，折合大约2000港币，去租一个400多尺的单位。他将一生积蓄50000元人民币都压在这间小酒吧里，整间酒吧都是蔡玉英的心血结晶，店内的一台一凳都是他亲手做，事事亲力亲为，每日独立工作，并不单单只是为省钱，他更想的是藉着工作驱走孤单的空虚感。我最难过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出来，因为我今年的春节是自己一个人在这个酒吧里过的，我当时我哭了，我想那个家里人都没有在身边，所以说我当时我就想说他们过来电话，我因为那个大年三十我就自己一个人过年，因为我也不好意思再去找农机组找他们，他们又说老蔡你如果过年的时候你可以回来，我想我自己已经出来了，我就没有再回去。当时呢我就咬牙吧，我自己一个人过年就自己一个人过年，所以我大年三十我在这里我就哭了，我家里人给我来电话的时候我就哭了。在蔡玉英努力之下，第一间由中国人经营的酒吧顺利开张营业，不过手上的资金就所剩无几，不能够聘请当地华人。蔡玉英
唯有申请自己的独生子来到非洲共同经营这间小酒吧。因为我儿子在国内，我来的时候我儿子在当兵，在那个边防武警，福建边防武警，我当时呢就没有跟我儿子见过面，完了我就来了，完了我儿子来的时候我在这边已经两年多才来了嘛，两年半以上了，但是我看到我儿子我很高兴，都哭了。这条酒吧街的酒吧数量多不胜数，要留住客人，吸引客人，蔡玉英决定用家乡的食物来打响名堂。比如说豆花吧，他们从来没吃过，他们问我们豆花是什么东西，因为呢法语呢我们也说不清楚，但呢我会说豆腐嘛，我就跟他说这就是中国豆腐，是水豆腐。后来他们说哦，听过听过水豆腐。完了呢，有的人呢刚开始吃觉得说很奇怪，那个东西怎么滑滑的，那么嫩。我说这就是那个很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小吃。完了慢慢的呢他们也就能接受了。苦心经营半年，他的酒吧生意由每晚几千元西非法郎营业额变成40000西非法郎，收支平衡，并且开始有盈利。但是酒吧人流复杂，不少鼠窃狗偷在这里出没。他喝酒喝得高兴的时候什么东西都给你偷了，你看不住。我们的所有，我们这 十几个桌子，每一个桌子都有一个小花瓶，一朵花，到现在都没有了，都被他们偷完了，我们也不再买了，算了。所以说我们也得看着杯子，也得看着瓶子，很累。我们到高峰期的时候，我们必须一个人站在门口，不可能都在里面。所以我一个晚上在门口站好几个小时啊，因为黑人喝酒，他这边人多嘛，有时候很热，他也是站在门口喝酒，拿一个杯子，拿一个瓶子，他就拿在手上喝，你必须看着他，你要不看着他，他连杯子连瓶子拿着就走了。法国统治加蓬的时候，他们同时将法国人怠懒嗜酒的个性牢牢地植根在加蓬人的生活当中。今日加蓬人嗜酒的风气比起法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边的学生嘛，有时候中午时间那个学生我们一问呢，他们就13、14岁、12、13岁，放学的时候中午时间就来喝酒，一直喝到下午3点钟上课，他们才又去上课，他们根本就没回家。对于连群结队到酒吧买酒的学生，蔡玉英隻眼开隻眼闭，对于客人偷鸡摸狗的劣行他吞声忍气，但是忍只会令不法之徒更加明目张胆。他们拿了几个 VCD 盘，说你给我换一下 VCD。刚开始我们没有经验嘛，把盘拿过来，拿到里面要去放 VCD 的时候，打开一看，盘是空的。完了，一看空的，我儿子赶紧拿出来，跟他说：“你盘是空的。”他说：“没有啊，我给你的盘里面是有 VCD 的。”我们说：“没有啊，你看你这盘，我们这里面没有你们的 VCD 啊。”他说：“那不行，三个人说你得给我5000兰。”我们说：“我们干嘛给你5000兰啊？”我们桌子上有个计算机，他抢着计算机就要走，我们赶紧给他抢过来。抢过来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也有三个人嘛，当时呢，我就拽着一个黑人的胸部，我一拉起来就给他推倒了。旁边有很多黑人在喝酒，他们啥事也不管，他们照喝。对于23岁的仔曾文斌，每晚穿梭于品流复杂的酒吧，蔡玉英起初亦有所顾虑。我儿子本身呢，他呢。有点那个瞧不起黑人，说实在话，但是呢他那个有很多黑人，因为晚上时间我们这里有很多小姐嘛，很多黑女呢跟他表示说我爱你呢，我想跟你好啦，什么什么的说了很多，但我儿子就给他拒绝了，说我在中国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我在这里不能找女朋友。但是有的那个黑的那个小姐嘛，就跟他说不要紧的，你中国有女朋友也好，你结婚的也好，但我在这里跟你交朋友，我不想要你什么，我只想跟你交朋友。我儿子说跟我交朋友可以啊，但我没有时间啊。有人被逼出走他乡，有人却自愿留在他乡，以一粒稻米粥开始孕育出不同的他乡故事。